惊喜糖可进 BMEP 邀您共赏医师好辣。欢迎收看《医师好辣》，介绍六位帅哥美女好辣医师团。 一头恰呀呀，虽然够细命啊！今天好辣医师团要来告诉大家，哪些疾病好发于夏季，身体出现哪些警讯时，千万要注意。好辣军团们又曾遭受哪些疾病入侵呢？值班小护士武雄，嗨，大家好！今天要恭喜方季韦出新书啦，还有新作品啊，岁月酿的柠檬红茶。其实我想写。 一日修行，如何一天播出一个时间跟家人在一起，或是自己跟自己在一起？然后后来《天下》杂志他就找我谈，他说我的生命历程可以让大家往正向去走，那如何去抗癌这样子？所以我就写出自己的故事。是，这一般要上别的节目比较难，上我们节目刚刚好。谈你的心路历程，有什么过去的病痛痛，我们是一起来讨论的。这专辑呢？专辑主要是对祝福的时光。 也是因为妈妈离开3年了，然后经纪人希望说我刚好走出这个伤心嘛，那有守孝3年，那希望说让母亲可以知道我过得很好。其实我一个人也可以很勇敢。曾经在大起大落哦，但现在已经恢复到平静了哦。是，也出了新书，对，也出了专辑，大家多支持一下喽。来，谢谢。人生本来就是这样，高高低低啊。对。 像你们这么一帆风顺的很少啊！我们没一帆风顺。你没有一帆风顺吗？我没有，我们也是跌跌撞撞这样起来的。哎呀，你今天能站在这里，就算是一帆风顺。哎，这夏天一来了，我昨天看一个新闻，蛮恐惧，说有的人可以在冷气房里面吹冷气、喝凉的，但是有的人不得已为了工作，就要爬到铁皮屋上面去工作，在铁皮屋昏倒了。这2天真的太热了。他结果拉在一凉，哎呀。 很壮哦，还有刺青哦。那男的他抬下来之后，他一量的温度37.9度，哇！他全身洒冷水，全身给他洒冷水。那他后来醒过来吗？后来慢慢醒过来。哎，这种经验我有类似的，但是我没有全身洒冷水，就是那时候。你是在哪里昏倒？在拍戏的时候，然后在对树荫下，那已经在树荫下，反正你觉得没事，然后你就在那边就算好昏，然后就砰就倒了。对，就是觉得那天只觉得很闷而已。然后那一刻我真的是完全都失忆，等到我有意识的时候，我已经是躺着，人家在帮我扇凉吹风。我觉得是中暑，可是没吃昏倒而已。不是，我吃很多，但是可能是热衰竭，就是太热，温度太高。 演员最可怜的，如果现在外景要演古装，在树林里吊钢丝等着，这没办法，一定中暑，真的中暑太可怕，非常辛苦。今天来告诉大家，有哪些疾病其实可能是好发于夏季。我跟你讲啊，我的人生啊，真是只有变胖的过程中是一帆风顺。瓜哥，我必须要告诉你啊，这个夏天，对。 夏天哦，不是要小心，大家非常小心。大家以为是心肌梗塞、脑中风是冬天好发，很像是错，在夏天也是好发心肌梗塞跟脑中风。我们的心脏跟血管基本上它是一个调节的东西，尤其这个血管它要能够收缩、能够放松，它是有调节的。所以有些老人家。 它已经有点动脉硬化了，动脉硬化的时候，血管就没有弹性，没有弹性的时候，你突然间在很热的地方，突然间在很冷的时候，热胀冷缩的原理，它一下子没有办法去调节的时候，就会出现问题。我要讲的例子就是一个30多岁的一个年轻人，北漂的孩子到台北来找一份工作，好不容易做什么呢？就在盖大楼，但因为他刚来这个工地，所以他跟旁边的人都不熟，那也第一次到这种工地，就在这种天气里面走进去了。 然后羞涩，自己也没带足够的水，又在20、30楼上面工作，他就一个人在默默地做，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倒在那个地方来了。送到急诊室的时候，天哪，温度刚才是37度多，这个病人已经到了40度左右，高啊，40度，对。 那这就是典型的叫做热中暑。那我们讲除了急救之外，就开始来什么散热，赶快降温，补足水分，那才有机会。那所幸这个是个年轻孩子，那电击了之后 ，CPR 了一下之后，哎，慢慢的降温之后，他还好过来。我自己孩子就发生这种事啊，5、6年前，孩子还在美国念书，回来过暑假，然后暑假我带他去日本玩啊，结果有一天去坐地铁，他就在地铁站这么多人面前躺在地上，像孙悟空打滚这样，摸头这样，头很痛，头很痛，赶快叫警车到医院去。医院就在打点滴，后来发现是热衰竭。热衰竭会这样，他热的脑痛哦，水分不够，晚上还要看电脑，白天还起来玩。也是在抱怨的，没水。这是医师说的，就是他一定晚上没睡，睡得不够，白天水量又不够，所以突然那个水分不够就会痛，然后地上打滚。其实夏天不管夏天或冬天哦，你平常就要适度的维持一个运动的一个习惯。那有些族群的人哦，他可能。平常就不太能够运动，比如说我要举的例子是一个病态性肥胖的病人，因为病态性肥胖的病人他本身的肥胖就是生病，所以他平常也不太能够把自己的一些心肺功能利用运动调节得很好。那我一个40岁的一个女性，她开完减重手术之后呢，在1个月后被送来急诊，意识不清，她喘的一个状况。结果急诊帮她做了所有的检查之后，发现她是一个小中风的一个状况。那这个病人本来有高血脂，所以她回去的时候呢，我们医生有耳提面命跟你说要多补充水分，你现在在恢复期要补充水分，可是她就是尽量少吃，尽量少喝，然后又急着享受，又运动，又出汗。那出汗之后呢？现在他又补充水分，补充的过少，又本身有高血脂的状况，就造成他血液浓稠度过高，这时候就变成一个小中风的一个状况。好啊，所以他入院之后呢，我们就赶快帮他补充水分，补充足够的水分，再打一个血栓溶解剂。那这样子的时候，他很快就可以恢复了。其实你的体液够，跟你的循环很重要。你一直热的时候，身体会代谢很多废物。你的那个水分不够的时候，它没有足够的那个载体去把你这些东西带到比如说皮肤啊发。发掉啊，带到这个肾脏啊，把它排尿排掉。所以，尤其是夏天的时候，你一定要适度的补充一个水分，这样子。对，而且是不是集中啦？你用3个小时再喝很多，没有意义。我想喝水。其实你要15分钟、20分钟，你就要补水，要补水，补水。因为你一天的水分慢慢这样才容易吸收嘛。尤其像洛丽塔啦、你啦，外景应该有上过嘛。对，外景有时很热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的外景跟我外景比较不一样，就我外景可能这个单元弄完了，它要陈设道具，说我们要进去宫庙休息，已经1、2个钟头都是，要进冷气房坐在那边，一冷一热，就要拿毛巾披着，真的很容易不舒服。披大概10分钟的，你体感也差不多，就跟里面的冷气又结合了。好，那么到差不多半个钟头，哎，弄好了准备出去第2个游戏，你又要冲出去开始到那个30，重新适应。那我们就会进来，把衣服换掉，毛巾披着，真的、啊，真的很容易生病。我再讲个故事吓吓大家。一个50多岁的一个我这个中年人嘛哈，那他本身有高血压跟糖尿病没有错，那他是个孝子。那么在这种大热天，他就正中午出去，孝子哦是孝顺他儿子，儿子在家里头打电视游乐器，他出去买便当给他吃。那不对吧？走回来的时候拎了2个便当。非常热，全身已经是像我们这种胖胖的人走出去，一下子就全身大概就是汗了。那这时候他家因为住在2、3楼，所以他要慢慢的爬楼梯、走楼梯，所以他要慢慢走上去的时候已经很不舒服，而且晒过的太阳里面更闷。是，所以空气不流通，他很不舒服。结果门这么一打开，一进去，他儿子玩电视游乐器，那冷气开得很舒服，这么一热一冷，在刚才那个出汗的时候。啪嚓一下子就不行，心脏血管就一下子产生痉挛的现象，就好像类似发生心肌梗塞了，非常可怕。所幸他常常看我们的节目，他知道他儿子看到症状的时候，反而想到说，哎，这要赶快去急救他。急救的方法是赶快把110打开，先给他喝一点温开水，因为突然热、突然冷的时候，一下收缩的时候，赶快给他喝温开水。可他舌下含片，赶快送医。他后来做了心导管，放了2个支架，把命救回来。但这些东西都是在夏天这种热胀冷缩、忽冷忽热的时候，随时会发生的可怕现象。最近这个天气真的非常热，有时候你出去室外开个车子，你就看到它那个温度显示机上，哇，38、39室外的温度。那体温失衡的时候，其实要小心，会引发一个热急症。像我们急诊常常会出一些医疗队嘛，哈。那我们之前就是去参加新北的一个很大的马拉松比赛的医疗团，那在总站医疗站那边就有一个30几岁的年轻人，他是那一种看起来很精实哦，每天在跑马拉松的那一种。到终点已经到了之后，他说他头有点晕，那工作人员就赶快推着轮椅就过去让他坐，然后他工作人员说啊你怎么了？他说哦我头有点晕，站不太住。然后讲完话，工作人员从那个终点线。要移到我们的总医疗站的时候，30秒而已，他就整个人就完全昏倒。那个昏倒是不是像武雄那是晕厥？对，晕厥他是整个姿势上他是真的昏迷，完全陷入昏迷，所以叫疼痛什么都没有反应这样子。那一量体温就42度，那因为他是高这运动赛事之后的，这很明显就是所谓的热中暑，他整个意识状况会产生变化，有的人是会口齿不清，有的人是会意识状况混乱，人事时就搞不清楚。那像这一种是完全昏迷的，那我们当下就是赶快给他，先放到阴凉处，然后让他躺床之后，就是给他用那个大的电扇洒冰水，然后开始降温。那我们医疗站其实有点滴啊，那输液其实是稍微比较冷一点的，就开始给他打上去之后，然后做紧急的降温处理，放冰袋。那差不多5分钟而已，他体温从42马上就降到39，非常快。哦，那其实39还是很高哎哦，39很高，可是其实对脑部的伤害就是只是那短暂一下子，所以他39度其实他人就开始可以有反应，然后我们那时候也是紧急叫救护车，那他救护车快出门的时候，马上就降到38度多，人就已经可以开始跟你讲话了，对，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危急的情形，像这一种热中暑的情形。最重要的还是要抢时间呐，像之前有遇过另外一个是在医院遇到的70几岁农夫啊，他是去种田，然后不知道倒在田地里多久，邻居要去旁边的田要送饭的时候，发现他闹结了，都敢赔啊，对，然后赶快送来医院的时候也是42、3度啊，那个北北就是从头到尾都是昏迷，我们帮他降温，打点滴什么，做了很多。然后最后，其实他后来就是肝也衰竭，肾也衰竭，红肌溶解，那一直都没有清醒，住到加护病房2、3天之后就走了。因为你想想看，你的组织很多都是蛋白质，蛋白质太热变性，你把一个蛋放到锅子里煮成荷包蛋，你再把它并到冰水里面，它也不会变成原本的蛋，回不去，它会变得更 Q 弹。妹妹，这是很危险的事情。长荷包蛋。谢谢大家对好辣医师们的支持，记得订阅医师好辣 YouTube 频道，还有按下铃铛收看最优质的内容哦。